噔噔噔噔噔，八八八八八八啦，八八八八八点喽！大家安安，先来吧，调一下聊天室啊，这感觉刚好挡在这里。聊天室，好，今天先暂定右上角，等一下都可以再调，好不好？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嗨。刚吃饱，喉咙还卡卡的，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 ，Hi Chocolate， 今天要来跟各位一起来游玩这个昌之骑士团，好不好？先喝个水。安安，大家安安。今天昌之骑士团啊，这个游戏呢，真的是我玩过少数，应该说是玩过最剧情向的游戏，就是它的剧情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，而且它现在还跟，有没有看到这边 EVA 啊 ，EVA， 这个是新世纪福音战士啊，跟新世纪福音战士合作，那它一进来的时候又有一些相关的剧情，只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再点，让大家可以再看一次那个剧情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还蛮酷的，那这个有跟他们相关的合作，拜托。哼，我从小就看 EVA 长大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，一定要来挑战一下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来玩玩。这个呢，有它的相关的合作的转蛋，以及相关的这个活动。那它是有分，你们看到左下角有分它的这个前半站跟后半站，它有分两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，我们都会来挑战，好不好？这个身为 EVA 的粉丝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些全部都获得到啊！好，那这是手机游戏啊，这个在我们的资讯处都有它的相关的连结下载，不论是 iOS 还是 Android 系统，通通有，好不好？通通有，没问题。喝个水。好，那这是一个怎样的游戏？没关系啊，大家不理解，我们玩了，先玩一个简单的给大家感受一下。那我就先直接玩任务吗？还是本传？本传会有一点点小剧情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就玩玩这个本传，让大家也感受一下，哎呦，它的这个剧情的感觉。那这边先来拜倒一下好战友，这个想要邀请我好友完全没问题啊，请这个伊娃加加再来啊，因为这样子呢，我才可以这个抱大腿啊，哎，我也算是一个大腿，好不好？还不错，我觉得我还不错。那你可以看到它游戏的进行呢，它其实每个篇章都会有它的相关的剧情，而且就是一个我们主角是一个领主啦，那慢慢的就是这样子融入在这个里面，其实你真的会有一种是在看那种动画小说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那这边我们来看看啊，生在这个时代运气不好，怎么了？孩子不是我买的，可是领主也逃跑了。哦，我还记得这个这边的领主逃走了，那他们大家很孤苦伶仃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对啊，那没关系，有我们在，好不好？盖个教堂，因为没有教堂，神才没有保佑着我们。拜托你们盖个教堂。这个世界呢，被魔物给各种的魔物给侵蚀、给入侵。那这时候呢，只能靠我们人民的保佑，就需要谁来帮助他们？就是我啊，身为一个专业的骑士，对不对？结果我来帮助，有没有把全世界的魔物100%根除？这样就不需要靠什么信仰，对不对？由我们来拯救世界，就这么办吧，一敌击倒，至少沿路都可以击溃。有没有这个游戏？有没有非常的有剧情向？那它的游玩呢？我先变成手动游玩呢，算是一个即时的，就是你要选择你的这个，要选择你的骑士啊。你可以看到最上方右上角，它有这个战斗的序位。那你选择你的骑士呢，它就会进行攻击。它算是一个自己的选择攻击的。那关键呢是在于你这个骑士要怎样的出场，
会有一些差异，比方说像我这个是横砍的，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骑士他的旁边都会写说他是横砍的还是直砍的，对，这有不同的差异。那你透过这样的一个选择就可以做一个更好的战斗。那当然面对这种小怪的时候呢，你其实也都可以用自动战斗啊。哦，等一下，这边我来给大家看看我的 skill 技能，这个是刚刚抱大腿的啊，它居然是一个补血技啊。来，这个，哎，我记得它也是补血技啊。有没有一点强的？有，攻击技，一个雷电啊，还行，我都站着给他们打，可是痒痒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有没有角色卡其实都还蛮不错的。来，这边招式尽量放，哇，一个横排打下去就是爽，对，这个才是补血。好啦，那最后来一个突刺，直接解决它。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啦。这游戏呢，关键其实就在于像刚刚说的啦，它你要横砍啊，还是直的，是叫做贯穿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很关键。那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像是斧头啊跟弓箭手，其实大家越玩久了就知道，主要就是你的各个骑士要怎样的搭配。不过对我来说，这个游玩的感觉是一回事，它的剧情的感觉又是另一回事，因为玩起来就真的觉得被他那种剧情很吸引人啊，觉得很不错。哎呀，有人说，这个巧克力怎么会有伊娃这么欧洲呢？事实是这样子的，你一开始这游戏很佛心呐，它的转蛋系统我已经转掉了，就是它一开始的那个有新手转蛋，那你新手转蛋最后的一个转蛋是可以直接让你自选 UR 好不好？你直接选 UR， 让你就算在非洲也有最好的角色给你。对，那当然只限定新手，然后我就用掉了。对，但是我觉得那是很值得的，好不好？因为 UR 真的不好抽啊。可是，那只是对于一般人而言，今天的我有你们陪着，对不对？代表什么样的事情？代表着有没有看到这个 EVA 合作 UR0 跟真理的登场，我怎么可能会抽不到呢？对不对？这个呢是旧的，那我们当然是要现在活动的 EVA， 而且它这是第一步哦，它在更之后下个礼拜也会有第二步，应该也会有第二步的合作转蛋，会有其他的角色。不过真理啊，这个虽然是电影版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个角色，可是魅力十足，对不对？相信可能很多人比较喜欢凛，五口系的教主，好不好？现在很多大家看那种动画，不是都会有那种五口系的女主角都不讲话吗？拜见一下教主，好不好？当年就是有这个 EVA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凛，他的这个五口系，所以之后才会有其他的这些五口系，在那以前真的很少这种五口系了。教主拜见一下，然后呢等一下也要拜见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主会跟我走，来直接抽给你们看，这其实真的很 easy， 好不好？想抽 UR 就是要开台抽，因为直接见证了什么？我的欧洲运气。这一个十连抽你们看到 R 很多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刚我没看错啊，请问一下，那个九张 R 卡可不可以换一张 UR 卡？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怪怪的？9R 配一张 SR， 不好意思，那 SR 在上面还有 SSR 在上面才是 UR， 所以刚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感谢超级留言，我知道啊，不是哦。就是你呀，乌龟！刚刚超级留言说什么非洲巧来了，所以害我就非洲了。你看，你超级留言给我什么，我就做出来了什么，对不对？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优质实况转，我都不好说了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现在没有超级留言了，所以我要怎样 ？UR 要来了，好不好 ？UR 要来了，来，我可以感受到了。好，呦，这个光，好热，有了 ，SR 不是。不是 S 啊，还有更厉害的 UR， 是不是？虽然是别只角色，可是 UR， 哇，哈哈哈哈，你知道我私底下
超级没有幽娃的命运啊，根本就抽不到。你看我是不是说，我刚刚是不是就是说了没有超级的？哎，你像乌龟再来超级的也没有用了，好不好？我是趁你还没有那个留言的时候直接先抽的，谢谢谢谢 UR 卡这张好不好啊？有没有熟悉的人 Luna？ 基本上是 UR 就很觉得很不错了，而且他是弓箭手，刚刚好。刚刚好，我是没有练弓箭手的，我全部都是练那个战士型的。我觉得转运了，转运了，哇，哎呀，这个游戏怎么这么棒啊？啊，这边还有灯全亮的时候，保证一张 U 娃哦，出现 U 娃的角色会重置灯。想不到有没有我直接就中了？哎，我觉得先等等，现在不能再抽了，因为什么事情？当你今天抽到一个最大奖之后，你不能马上再抽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抽中间奖，你抽到 SSR 还可以马上再抽，抽到 UR 就要先缓。对，运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，你要感受到运势的洪流在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感受到了，好爽啊！一抽就抽到 UR， 这个我晚一点再来处理它，我觉得很棒。有人说他抽到零跟真理。我是觉得你抽到的还不错，但是我刚刚抽到 Luna 更棒，好不好？好爽啊，好爽啊！有人说找克白抽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刚刚真的自己抽，好不好？我举手跟大家说，就是我，谢谢谢谢，就是这么溜，就是这么厉害。好啦，那这个活动呢，除了抽以外，它还有这个相关的活动站，这个我也还没有挑战过，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如何游玩，好不好？愿望之剑跟思念之铠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故事哦，有，这可以再看一次，因为我刚刚一进游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有这个故事，我就很想给你们看，可是就不小心按掉了，你看。他这个游戏多佛心，连跟合作的转蛋有没有跟 EVA 合作，他都有他的相关的故事啊，我们就来看看哦。被抓了，大声吵闹才被他发现的吧？这个不过这已经到了中间的片段了。他一开始的剧情是他们原本还在他们自己的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世界，然后他们忽然间被抓过来。就是那种次元夹缝的感觉，忽然间，砰，就来到一个异世界。然后他们就没有，这不是在整人吧？刚才的武器看起来不像是假货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有人来了，这个这个是啊，奥利维亚的领主，有没有连接到这个游戏的角色？非常非常的酷，这感觉很特别。当然是以客人的身份，能到我的城里来吗？不过进来的只有他们呢、啊，没有连他们的。初号机等等的一起来啊，这样子怎么办？怎么会跑过来的呢？幸会，我是巧克力欧优，就是我，谢谢大家，这么帅的帅哥，谢谢，没问题。来，神秘的力量会对人心，这股力量会对联系世界双方之人，好特别哦，是国家陷入了危机，换来了异世纪的敌人。所以说，他们的世界存在什么样的敌人？有使徒啊，使徒要来袭了。Eva， 对啊，人形决战兵器。所以 Eva 也有来吗？哦，没有啊，只有他们。完全没有用啊！对啊，他们是 Eva 驾驶员 ，Eva 没有来，一点屁用都没有啊！感谢超级留言，今天会玩到十点吗？玩到九点，我们接续聊聊时间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想要跟你们聊聊。哎，好，我们继续。驾驶员，对啊，他是操控者啊！血肉之躯完全没有办法。对，把二号机带过来就能战斗了。说。电那是什么？没错，他们的 Eva 还需要充电才有办法作战，所以这故事呢？这故事，一首看看 Hell 故事还在这里哦，刚刚没看到那个、啊、序幕，有这边
连接一下，刚刚看的是后半段被抓走，有没有序幕？这是在他们的 Ava 的世界，哎，好无聊哦！如果没有使徒来袭，就是一堆检查，真的。你知道他们这个检查真的超复杂的，哎呦，美丽，然后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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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摄影师今晚的便当多给你个鸡腿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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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不知道现在的。小小哥，你们有看过 Ava 吗？你们有看过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吗？感受到年代的差异了。然后有没有驾驶员消失了？然后他们就被忽然间跑到了这个苍之骑士团的世界里了。看那里，蓝海水是蓝色的。他们出生前受到二次冲击，世界的大海都是红色的。他们就跑到了我们这个神秘的世界。我们是刚刚的序章就是这个样子，没看过没关系。我觉得你们没有看过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动画，我觉得没有关系，没有看过他的漫画也没有关系，可是你们可以去找他的电影版，他电影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血，非常非常的好看，而且他电影版其实就是把动画给浓缩，动画总共26集吗？我记得好像是26集吧。然后电影版就是把它浓缩，然后再做一些修改。对，第一部的电影版我这边查一下是2007年上的，可是你去看，跟你们讲，保证热血，保证好看。它总共有四部曲，可是它目前只出了第三部。我也是好期待，好期待的第四部，我不晓得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没出来，我真的是还在等。但是好不好？真的，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真的真的真的超级好看，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电影版，好不好？绝对去看，绝对去看。来，真的不是透露年龄啊，这真的很好看，你们去看就知道。动画我不好说，因为动画它很深，就是它的所讲的内容很深，你们不一定会懂。但是那个电影版就真的很好看，好不好？电影版绝对 OK。好，那么 anyway，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愿望之剑、思念之铠要如何的游玩啊？这感觉就是有没有这些龙啊、可怕的怪物，有可能就是他们说的使徒啊？这个世界受到使徒前来了，这边要救援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看看我要如何作战。首先呢，先找大腿，这个 UR 加加，哎呀哎呀 ，LV 80就是你了，我的大腿，好不好？我自己呢也是有 UR， 虽然没有 UR 加加，但是有 UR 在，所以我也是一个中腿，好不好？中腿配上大腿，我们就没问题了。哦，来来来，这个，哎，这个关卡看起来就小小 easy 简单关卡，毕竟我有什么 UR 加加的大腿在啊，所以大家那个欢迎加我好友，前提是有没有看到人说有 UR 加加加，欢迎加我好友，绝对加我，好不好？我需要你这个大腿，不是我需要你与我一起奋战，一起拯救新世纪福音战士的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需要我们来拯救，好不好？拯救是需要拥有高强的实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有你有我了。这游戏很重要。当然，你等级比较低的话，你就慢慢练高，迟早有一天你也可以成为大腿，那我们就可以成为好朋友了。很棒，很棒。小小的简单关卡，这个拦不住啊，拦不住啊 ，easy。终极我应该也是简单玩了、啊，这个也不一定要 UR 加加了啦，因为。先不要用他们，有时候用了他们，等一下就选不到他们了。这个简单玩。哎，终极关卡，等一下来个高级，我才需要 UR 加加，好不好？有 UR 加加加，真的假的？你们怎么那么强啊？哎呀，不错不错。这个要当 UR 加加很难的、啊，我现在你看我也只是 UR， 因为。光是一个加就不容易了，但是你看我的 SSR， 我 SSR 都有加加了，我马上把抽到 SSR 都变成加加，嘿嘿嘿嘿嘿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有人说，
有人说他的大腿比我的小腿还细，那你就先慢慢努力，好不好？等到有一天，你的小腿都比我的大腿还粗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就要一起作战了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与你来协助，好不好？就是一个啊，又是一个眼睛怪。你看啊，他的攻击就是斧头啊，斧头的话就是打四格的。那像这些，你看我大部分都是横砍的，因为我抽到比较多的都是横砍的啊，这个没有办法，都是这种战士型的。只有我的 UR 有没有就是戳的，咻咻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啊，轻松解决，轻松解决。哇，你看看我的这个阵容有没有直接感受到它的强度，对不对？维多利亚啊，艾米莉亚哇，卡尔迪娜，然后再配上一个里昂，他之后就要被换掉了。这个 UR 不用成为我的好友，这个只是刚巧需要你，所以我们一起来作战，好不好？对。这个想加好友的这边给大家看看。要怎么看那个啊，我看一下哦，角色。怎么看那个好友的 ID 啊，我忽然忘记了。好友的 ID。好友的 ID。因为我都没有加好友啊，我就是都是点别人，我就一个人玩，忘记怎么看好友的 ID 了。设定这里吗？战友的 ID 啊，总算点进来了，战友的 ID 好不好？如果你是什么 UR 加加加 ，UR 加加加加加加加啊，没有那么多，三个加都可以加我，我与你需要一起奋战。这个世界有我有你在，相信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任务。尤其是什么？看一下，不是这个，礼拜天的时候，下午2点到晚上8点，还有什么赌上世界的命运，6小时的激战，对不对 ？UR 加加加的大腿们，我们礼拜天还要干嘛？一起获得。虽然他只有 SSR， 但是乌口系的教主灵，我们必须要拯救他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是来过这个任务就比较多啦，4月2号到4月8号都有，所以在这期间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获得 UR 的真事。OK， 没问题，来上级任务。上级可能就需要强一点了。火龙果 ，UR 加加没来，决战，应该是小 case 啊，小 case。来看看哦，有没有没办法一起打掉对方了？没关系，横砍 ，OK， 哇，这个战斗力非凡啊！哎呀，还是很稳，还是很稳。看来我的角色，打上级也是没问题的。这个事先有先好好的练过我的角色，果然是正确的选择。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魅魔？哎呀，太性感了！他每一只角色呢，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故事。我们等一下也可以来玩玩看。我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玩这个魅魔的骑士传，就是他自己的故事。但是大家先等等，好不好？我们等一下一起去挑战，我都有留着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。为什么这世界有他的存在？为什么他又会爱上我？我们马上就可以去看看了，好吧？等一下都会有。巧克力 please 加我，这个因为他的好友有限额啦，对啊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加，这个没有办法，好不好？如果他今天好友没限额，可以加个上千上万人，那就大家都可以来了。但是因为好友有限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做这个骑士团的筛选，只有最优秀的骑士才可以与我同在，站在最前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国王大人。但是你们也不用担心，想说巧克力这样子我新加了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你们这些比较弱小的骑士就先在后面。由我们来保护着你们，等到你们呢练得更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就可以站到前线来与我们一起奋战，好不好？有人说的好像自己很多朋友，没有，我等一下就有朋友了。我等一下
再过十分钟跳出来看一下我的好友，你就看到满满的 UR 加加加的申请，真的是不跟你们开玩笑，我相信着会有的，拜托拜托大家。会啦会啦会啦，刚刚都有聊天室的人说了，我都有看到，好不好？很强的很强的。哎呀，好，打破壶来挑战。因为我以前没玩过这个苍之骑士团这种活动内容，所以我太确定他这个状况是怎样。我们来看看哦，课题是什么？本日的活动哦，任务有可以领取打破壶，剩余时间壶最多只有来，我们就来打破壶看看这个限制时间是不是红色的壶，打破它吗？破。哦，打破它了，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黄金非礼二来袭，要 BOSS 战咯，要 BOSS 战咯。来来来，全军突袭。我看一下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这五个强健的，好，攻击他。这个是 BOSS 战的时间了。哦，哈哈，听说黄金非礼二，您是 BOSS 吗？哎呀，原来你是 BOSS 啊！你不说，我还以为你是路边的小宠物啊！我都不晓得我这么的厉害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啊啊，这个太简单了 ，easy 啊！我再来打破一个，我先都把红色的打破好不好？都来打一打这个黄金。嗯，BP 不够了 ，BP 不够了 ，BP 不够了啊！他等级二了，我刚刚不应该全上场的 ，BP 不够了，这个能不能回复啊？嗯，不会不会，我相信我三只角色，关键的三只角色就可以干掉他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哎哎哎哎！哦呦呦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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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哎呀！黄金菲里尔，您来干什么呢？我怎么不太清楚您来做何事的？这个根本是太简单了。嗯，红色的都先打破，好不好？红色的我比较能打，因为红色是战士型的。刚刚也不应该拍我的 UR， 因为我忘了我 UR 是贯穿的。他等级一耶，等级应该还好。我们先来回复一下我们的 BP， 休息两分钟。好，先休息两分钟，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打，好不好？跳出是哪一个？逃走 ，read top， 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按钮，让他休息一下，休息两分钟，我的 BP 就全满了，等一下再来秒他，对不对？真的，一开始很弱，不用太多只，我刚应该只拍一只就好了，对啊，浪费我的 BP， 没关系没关系，等一下就来帮忙，好啦，先等他回满，那、啊、这个救援是怎样？现在没有救援哦，好，兑换锁，所以对啊，我们就需要会换这个，它要8000 PT 耶，这个 UR 要这么贵，哇塞，兑换次数一次，所以我们刚刚那样打出来就170，所以你就是要不断的去打这个任务，然后他就会获得到壶。那你把壶给打破之后呢，就可以挑战 BOSS。挑战 BOSS 之后呢，就可以获得他的点数。这个点数就可以用来换 UR 卡。我们的真嗣还在等着我们，好不好？我有，哎呦呦呦呦，明日香也在啊，真理也在啊，哇哇，这样要全收集要多少 PT 啊？这个没关系，不求全收集，先求 UR 卡。虽然我的心是比较喜欢明日香的，其实更甚至是真理啦，呵呵呵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个 UR 卡很重要。我们之后这几天我应该就会加紧努力来去多刷刷这个任务。OK， 没问题，大家这样也懂了吧？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。这个活动先放在旁边，因为我们要等我们的 BP 回复，我们就来挑战一下他的骑士传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他每一只的角色都会有他的故事。哎，那我们就来看看
为什么你会爱上我，维多利亚？好不好？哎呀，看到他了没有？中二病患者，我们就来挑战啦！左眼好难受，魔力压抑不住了，非常的中二啊！我喜欢，我喜欢啊！这随便拍都可以啦，这关卡很简单。我们来看看他的剧情哦。得回家吃午餐了，老地方见。待会见咯，他的角色怎么那么好笑？维多利亚，你怎么了？离我远一点，魔力，我压抑不住我的魔力啊！趁还没被我失控的魔力波及之前，快走，快点逃走！维多利亚，你又来了吗？我感觉最近的力量不断的变强，啊！我已经封印不住了，快走！我不想用这股力量杀害任何人。我不会有事的，绝代的魔女可不会在这种地方屈服的。这样如此，那我们就回家咯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嗯，维多利亚加油哦。你真的相信维多利亚的那个吗？你是说维多利亚在说谎吗？超中啊。难怪他爱上我。是一种表演，他假扮成魔女。为什么要假扮成魔女呢？是一种冲动，向往着特殊力量与身份，所以会假装自己有那些东西。大家，这跟我就不一样了。像我是什么？赛亚人的骄傲，名副其实的赛亚人。怎么看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都是赛亚人，跟他就不太一样了，好不好？这个维多利亚生病了吗？总之要恢复正常，只能靠他自己注意。待会见喽。所以他真的是中二病吗？他看起来有脚啊，他有脚啊，他不是中二病吗？还是那个脚？等一下，那个脚看起来好像是法哭哎。那个尾巴呢？没关系，我们慢慢玩就会知道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小男孩真的说太白了，有些事情有没有叫做？善意的谎言，那更甚至呢，叫做善意的体谅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谎言是怎样？善意的谎言就是你体谅对方，然后就是哇，你这个真的是有没有？就像刚刚他们说的，那你要小心了，你要加油，我们明天见。善意的谎言，善意的体谅呢，就是你也不要提了，不要跟那个小女孩说出中二病的事实了，好不好？就都不要提，善意的体谅，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丽。没关系，这只是第一章。我们慢慢的可以更加了解维多利亚。我相信她一定是个魔女啊！哇，她的左眼，她的意志的魔力一定会有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会没有呢？那跟我不一样，像我就没有那么中二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浑然天成。不是浑然天成，就是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是个赛亚人骄傲，跟我不太一样，好吧？好，哎呀哎呀，来，队伍人数三以下通过啊！我刚刚没注意到有这个，我看一下哦。好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只能派三个人，这样才可以拿走三个皇冠。OK， AP 不足了，没关系，我很多 AP 要了。我看一下现在的等级，吃个这个好了，恢复。这个你从新手开始玩，他就会送你很多的 AP 药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想多少 AP 就有多少 AP。他说要三个人是不是？所以我就随机编成个三个角色就可以了。来来来，哎咻。为什么他还要介绍？他不是早就介绍过了？为什么他现在在介绍？为什么他现在需要介绍？他不是早就介绍过了吗？那只有新手需要介绍啊，我不需要啊。这帮手，帮手去后面。让我的角色，我的角色就够厉害啦！砍歪他，还是换一个 UR 卡好了 ，UR 卡一个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，没问题。只派三个角色，那就派三个角色，没问题啊。哎呀，小 case 啊，吃的好不好？你们已经到了吗？
虽然至今未能使腹中之虫，这叫怎么念？蛰伏吗？这字太难了。虽然，但我成功压抑住我的黑暗的力量了。嗯，维多利亚说他没有，他帮他翻译啊。那当然，我当时可没那个心情进食呢。我无法接受这村落因为自己的自制力不足而成为一片混沌荒凉之地。他的所有的话语都超中二。不过没关系，栖息在我体内的虫宣泄不已，会治愈我枯竭的心灵。这样啊，好厉害呢。维多利亚，你还在干嘛？维多利亚的妈妈，你是她吗？你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啊？你确定你是她妈吗？我强烈怀疑你是捡出来的妈妈。妈妈，这两个哪里像啦？眼睛像，发色也像，除此之外是不像。我不要，我不相信维多利亚长这个变老之后绝对不会长这样，好不好？我相信她还是会很漂亮。可是我有不能回去的理由，说来听听呢。因为村子有麻烦了，因为我的魔力失控了。你又在说这些东西？虽然你的玩笑一直都很逗趣，让我大笑，但至少要遵守和妈妈的约定呢。我不是在开玩笑。够了，跟我过来。没办法。即使是统治夜晚的黑暗魔女，也无法违抗伟大的母亲大人啊！他绝对是虫儿啊！什么魔力失控，什么统治夜晚，妈妈辛辛苦苦做的饭菜不可以不吃哦！我没有为了大家勉强自己，我是真的有黑暗的。女孩，大家都知道。大家都知道我只是在装，哭哭。女孩，真的，她说的太直接了，好难过。维多利亚要哭泣了，怎么可以戳破呢？对不对？我们非常的活在我们自己的世界啊，压抑在我体内的黑暗，就这样的直接被小女孩给戳破了。QQ。没关系，我们接着继续看下去。有没有？他就是每一个角色都会有他的自己的故事，你就可以更加的了解这个角色是如何。只是我现在内心还非常的讶异的，为什么他老公长这个样子？你是不是捡来的孩子啊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个小怪物，轻松。哦，这个啊，这看起来也是简简单单，这些小恶魔看起来非常的逗比。一击解决，小 case。所以萝莉最强，那样子不强啊，他把我的心给打碎了。小萝莉这样子不优哦。好，三星解决，小 case。故事三。维多利亚 QAQ， 他是不是逃走了？居然直接战斗了，我还以为会有剧情，有可能是战斗完才有剧情。我们就慢慢来打，好吧？完全 OK 的。什么标准的中二病装扮？他的装扮很棒啊！我觉得维多利亚很优啊。话说还没有看这个骑士传之前，有没有之前抽到他就觉得哇，是恶魔系女孩耶，好赞哦。结果原来是中二病女孩吗？原来完全误会了。没关系，这样子代表什么？ cosplay， 今天她是恶魔系女孩，明天说不定她又可以变成天使系女孩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不同的他，我觉得这100分，对，超过100分。维多利亚非常的优，比如说维多利亚很优，练满攻击力7800，你的优跟我的优不一样，但是没关系，这代表什么？我独具慧眼，直接看透了他，非常的厉害。
对不对？透过不同的感觉，我也可以知道他很强，完美。为什么都不用技能？因为这个对手不需要我用技能啊。好啦，很多人喜欢看技能，维多利亚上吧，地狱的一集。带你们前往永远的黑暗。完了，以后看他的眼光都是中二病的。原本还想说他的这些有没有招式跟这些话语都是原来都是中二。维多利亚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嗯，我要出去旅行，为了磨练我高贵的灵魂，我要离开这个狭小的村落。外头可真有很多魔物的哦，不必担心。目前是旅行者的父亲传授了连黑暗都能斩断的剑技给了我。我具有高贵的魔族血统，哼，根本不用担心会被恶魔物给袭击。你的父亲是真实的人类啊。愿我生来就是要成为统治里马格尼亚的魔神啊。奶奶，开玩笑，这和决定抛弃这个村庄，以永恒顶点为目标的危机，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吐槽了。那老木，嗯，好了，玩腻了就快点回家咯，嗯，家里等着你哦。别了，在黑暗中的光明，再会吧。剑技跟他父亲一样好，所以不会有事的。希望他快点玩腻啊！嘎呜，嘎呜，这么快就出现了，与我为敌的蠢货们，哼，要逃命的话，只能趁现在哦。完全没有逃的意思啊！这样啊，没有蠢到会背对着我逃走，他永远都可以自圆其说。他好猛啊，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目标啊。你有配音哦。我可是要成为魔神的存在，拜倒在我的脚底吧。超过100分，这个很棒，这个超级棒。哎呦，头目出现中哦，刚刚那个，好，我们现在回来我们的 boss 战好不好？这气都挤满了，既然他的 level 只有一，哼，这个我们现在打什么？咒炎龙。既然我们是谁啊？拥有未来魔神的实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单挑，哎呀，跟你单挑轻而易举啊！哎呀，我可是要成为未来的魔神呢，不过是一个什么咒炎龙？哎，回家多练练吧。哇，没有红色的了，蓝色我也可以打，因为蓝色是这个贯穿属性，哎，贯穿我有 UR 卡，来单挑。哎呀，差点就要一级必杀啦，两级也没问题，好吧？有人说那画面怪怪，是好像是我手机的问题啦。对啊，它那个输出怪怪的，所以大家敬请见谅，好吧？之后我看有办法怎么样修复。黄色的会是什么啊？远距离的吗？我来看一下哦，金锤，又是咒炎龙。BP 又不够了，我补一下啦，我受不了了，补一下，我有这个 BP 回复50点，回复，我要跟你单挑，哎呦，这个没问题，单挑小 case 啊 ，LV2 的咒炎龙，哼，凭你也想跟我斗，回家多练练吧，哇，今天我可以中二无极限啊，然后把壶全部都打破了。通通打破 ，LV3， 看到你刚刚的那种姿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 LV10， 我可能才要两个人呐、啊，有点痛哦，损了半血了，哇 ，LV5 可能就需要两个人了 ，LV5， 啊，继续最后一个壶，
一手，再来 LV4， 我有没有办法呢？有没有办法一个人维多利亚一个人挑战他？当然没问题。哼，我可是要成为未来的魔神，魔神怎么可能会输在区区的龙族的手下呢？这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未来的魔神大人维多利亚溜溜溜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呀，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了。OK OK， 你看这样打那个点数还加的蛮快的嘛。碎幻所再看一下，这样已经800多了，已经拿了十分之一，这样还蛮 easy 的。好好好，这几天我再来多打打多打打。好，那我应该现在来加一下好友了。刚刚有没有？哎呀，28个战友的申请来了。这个 LV99， 哇，认可137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用 SSR 的、啊？为什么不用 UR 加加？还是你的 SSR 很有用？好，我相信了你。等一下，我的战友有限，这个稍微晃过去一下。了解了。好啦，那我们就这个为了公平起见，好不好？大家都可以加我的好友，那我就随机乱数的去加入大家。对，随机乱数。好，随机乱数。我们今天就先加个十几个人呐、啊，好不好？随机乱数，因为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战友是需要我来一起努力、一起奋斗，所以我们今天就随机乱数，纯粹随机乱数。OK， 最后一个，好，这样子，剩下九个名额，我们之后再来加，绝对是随机乱数啊！从上面有没有就随机的去点，对不对？超级随机，完全没问题。超过100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外传骑士传，我觉得这骑士传真的是太棒了，越看越让我爱上他。维多利亚你在哪？在这里，同类。哎呦，遇到了一样拥有魔族实力的人吗？哎呀，这不是我的知己吗？路恩义，你是我的知己啊，我还记得你啊。等一下哦，他是不是三个人？又是要三个人？好，没问题，三个人也没问题啊。毕竟我有我的知己在，要打这个轻而易举。好嘎嘎嘎嘎，他们并未对才刚开始迈向伟大巅峰的我怀有忠诚心吗？虽然不想让我的瞬间，他真的是好重了，觊觎地狱之底的瞬间啊，展现你的力量吧，瞬间 EX， 你不是要成为魔神的吗？魔神拿什么瞬间呢？巧克力欧悠悠来了，咦，你没受伤吧？听说有女孩子被魔物袭击了，前来救援。我名为维多利亚，有留着高贵魔族血统的存在。另外，我并没有被袭击，只是被围住而已。没想到眼光还不赖嘛。在这多愁善感的年纪，尤其是女孩子，大多会出现这种状况。真的假的？少爷，你本来就有真正的魔族血统，因为老是有个魔族跟着你。这游戏怎么那么棒啊？是不是？有没有感受到这游戏它的剧情多么的趣味？它主线也是真的很有内容。那在骑士传就是每个人每个角色的故事啊，所以每个角色相信都有不同的 feel。 对，今天刚好选择一个很综合的角色。我事前真的不知道，我事前真的纯粹只是以为百分百被他的外观给欺骗了，想说是一个魔女，
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我值得我跟他深入的了解。没想到，没想到就是一个中二女孩，太爆笑了。我们下一次也可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有非常有故事的女孩子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看看她有什么样的故事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太猛了，太强大了。好，大家要看我的技能是不是？应该看一下我刚刚新的好友他的技能，他不晓得是攻击技还是哦攻击技。哇，这感觉超强的、啊！哇，冰魄哎、欸！那个，你的这个 UR 卡可以过渡给我吗？虽然他没有过渡系统啊，但是觉得你的角色好像也很不错啊。怎么办？有没有办法让我抽到呢？可恶！居然不对未来的魔神下跪。AP 又不够了，没关系，补充个。我们今天把他的故事二给看完，好不好？哇，我看到我刚刚的好友了，派崔克，这个世界需要有你有我一起来奋战。不需要，我还在钻研灵魂的旅途。为什么踏上钻研灵魂的旅途呢？不被理解的孤独，没有真正理解我的人物。哎呦，但不是人类也没有关系。不论对方为何物，只要灵魂能够与我共鸣。哎呀，呵呵，好可怜哦！呜，哎呦，身穿茶色衣服的灿烂圣兽，哎呦，融入社会准备的假名，呵呵呵，再等了一两天。不被理解的孤独，寂寞，好啦，因为他太寂寞了，所以需要有我在。吸血鬼大姐姐，哦，找到同类了吗？吸血鬼大姐姐，这张卡我有没有啊？说不定我也有哦。吸血鬼大姐姐，看来我们要好好的玩下去，对不对？我左手跟魔神牵着手，右手牵着吸血鬼，我觉得这样子非常非常的不错。我感受到了我的新的目标了。什么台主算了吧，你还是个巧克力，就算我是个巧克力，也是最强的巧克力，也是拥有赛亚人的巧克力，好不好？不要小看我啊！今天你小看我，明天我要你对我刮目相看。没问题。哇，我没想到这游戏会让我爆笑不已，怎么会做得中了？原本还想说他的故事有没有，今天要来看看他的故事有多么深入，结果反而看到他非常最逗趣的一面。太猛了，这太猛了。啊，有人说吸血鬼只有 SR 而已，没有关系啦，就算只有 SR， 他可以成为我的什么？成为我的副将。对，我是没有跟大家好好的说一下他的其他的系统啊，因为他的系统其实还蛮庞大的，我想说大家深入去玩，其实也可以感受到。对，他还有，当你像这个 SR 加加 UR 加加这个加，除了是让自己的角色卡变得更强之外，它也是可以让你就是有配给一些副将，就是你抽到其他的角色卡，不要再想说哎呦是不是其他角色卡都没有用啊，只要练 SSR UR 就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其他角色卡就可以当你的副将，也会增加你的这个角色的能力，所以其实都还是蛮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魔神配上吸血鬼，我相信这个非常非常的100分，非常的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那我来看看哦。OK，OK、OK, OK。同类，他不晓得有几张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刚刚的是三吗？第三张，好，那我们来看看我的同类。吸血鬼
是否就在这里等着我？果然，这跟刚刚一样，打完才会出现的，没问题。你台主宰中二，这不叫做中二，这就是我寄宿在我体内的灵魂，它压抑不住自己，所以想要出来与你们共享。果然，像你们这样的之子，还不配与我同在。我们毕竟是拥有魔神以及这种赛亚人的骄傲，我是什么赛亚人之神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神 level 的，那你们比较难以理解，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的，好不好？这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明白的。这角色怎么这么棒啊？好饿哦！不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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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都不饿，刚刚好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嗯，来，技能时间，嘿，看这技能应该慢一点，让大家看看他的技能名称有没有，也是很中二，地幻神的五连击，啊、这个就还好。破冰的重十字，这名字比较正常一点。十字型的攻击，啊，这应该秒杀对方。哎，居然还活着！哎呦，比我想象中还厉害，算他厉害，接我的破冰一击还可以活着。好，三个三角形就是关卡数哦，所以可以透过那个三角形来看，是不是？我都没注意到。哎呦，还有，哎呦。没错没错，就是那样，你还蛮懂的嘛。我将来会成为魔神统治所有的黑暗生物。具体来说是哪些生物呢？离马格尼亚的世界的生物哦，从来没听过呢。一旦接触离马格尼亚的深渊，就可能失去理智，化为行尸走肉。即使如此，你也想知道吗？你也有这样的觉悟吗？不用了，感觉会变成长篇大论。不过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成为魔神的那天就让你成为第一位眷属，真是相当感激不尽啊！不过，我只是个向往成为吸血鬼的一般人类，所以他只是一般人而已，他不是吸血鬼啊！这样谦虚的态度我也很欣赏，继续努力，别被我抛下。那么，如果我真的变成了吸血鬼，你能来迎接我吗？哼！我会坐着专门为你定制的马车前去迎接的，我会设法获得永恒生命。请让我为你加油，同类啊，哎呀，非常的投缘呐。吸血鬼女儿，不错不错。不错不错不错，吸血鬼配上魔神，我觉得这个很 OK 很 OK， 中二二人组完美完美啊！这个维多利亚真的是太逗趣了。好，那这边也可以稍微为各位看一下他的骑士团战，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大特色之一，就是呢，大家都要有加入自己的骑士团，我这也是随机加的啦，入味茶叶蛋有没有感觉起来特别特别的好吃？哈哈，那这个每天在这个骑士团的时间点就会进行骑士团的战斗。那今天这个时间应该打不到啦，对，因为十点的时候早就已经关台了，不过大家也可以稍微看看这个每天有没有他都会有骑士团战的时间，都可以去挑战，这个是他的一大特色啊，因为就是你的整个骑士团一起参战，那个玩起来非常的那样的感受非常的不得了，团战对不对，不再是你一个人，是整个团体整个军团一起作战，很刺激很刺激。那当然现在的我感受到了压抑住的力量快要封印不住了，我的右手告诉我，现在的我想要抽到他的转蛋轻而易举。真理，我知道你在等着我，来吧。有有有，感受到他的力量了，请将力量借给我。等一下，当他只讲这句话的时候，
哎呦！那个谁说我中二的，出来道歉。我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，压抑在我右手，寄宿在我右手所有的欧洲之气，他的灵魂全面绽放出来，解放的步枪真理 ，I get it！ 感谢超级留言。怎么不够我的中二？我这不是中二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我是一个实在的男人，对不对？向来只讲实在的话，我说会抽中就会抽中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直接抽中两张 UR 卡，三次实抽两张 UR 卡。跟你们讲，正常你五次抽都不一定会有，所以他才会有那个五次实抽的必中保证。对不对？但是真正拥有被欧神眷顾的人民是不太需要有那样的东西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要什么就中什么。谢谢谢谢，够了，今天值回票价，值回票价。解放的步枪幽瓦卡的真理啊，哎呀，真的有啊，我怎么这么猛啊。好不好？我相信，我相信大家虽然没有像我这么的厉害，但是呢，我会勉勉强强把我一些欧气寄宿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大家想要这些卡片也没关系，可以去挑战看看。我相信你们也拥有我这个一半的运气的实力，对不对？我一次抽就中，你们抽个两次，说不定也可以中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大家加油！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完全没问题。哼，好爽，好爽啊！哎呀，真的是说中就中啊，说来就来啊！今天先不抽了，这已经很 OK 了，好不好？而且我比较喜欢的本来就是真理零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改天再来再抽抽。我现在好激动。这游戏要钱吗？是免费游戏，好不好？而且你新手游玩，很快就可以有那个免费的抽。而且就像我一开始说的，你新手去抽，它最后一个抽就是可以直接自选 UR， 所以就算你非洲到不行也没有关系，自选 UR 一定送你一张 UR 卡，一定让你直接拥有，好不好？这绝对没问题。啊啊，我怎么这么的强啊？啊、哦，好啦，那我们等一下接聊聊时间，最后再来给大家看这个游玩的这个最新的活动的时间啊，让大家别错过，别错过。好，那现在苍之骑士团跟这个 Eva， 好不好？我们的新世纪福音战士，这个、非常推荐大家去看。最近的活动呢，就是首先每天登入都会有奖。都可以来获得到 SSR 的勋，那以及圣王石的大特卖啊，这要付费，这就是大家看看，好吧？有需要自己来。那强化活动，哎呦，合作角色的强化能够两倍，这也感觉不错哦。那以及我们刚刚在挑战的这个 BOSS 战的活动。这个呢，就是有办法获得 UR 的真饰，这几天我应该也会好好来努力一下，早点获得到我的真饰啊。那礼拜天，关键点是在4月8号礼拜天下午2点到晚上8点这段期间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努力，我们一起来解放 SSR 的灵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至于这个合作转蛋呢，就不强求你们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获得到关键的角色。第一步，哎呦，第一步是真理跟灵，有没有？第二步我猜应该就是他的图示写的，应该就是勋跟明日香了。我非常的期待，我非常的期待。好啦，那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苍之骑士团如何呢？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我们接下来下周应该也会再来挑战一下，因为下周就是他的第二部跟 Ava 第二部的合作期间了。对，我们下礼拜一同一时间也会再来挑战一下他的第二部有什么不一样。那礼拜天我应该就是自己去挑战他的那个
团战的任务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啦！喜欢今天这部影片，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，并且订阅我未来的魔神大人 High Chocolate。那么我们下回再会啦，大家！等到我成为魔神的那一天，我就会一起招募你们成为我的眷顾啦！拜拜。拜。那哎，对，也别忘了，我们两三分钟后就是我们的聊聊时间啊，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两三分钟后再会啦。